欢迎光团的博客，这次的博客是常见多音字。大家好，很多汉语初学者都以为汉语的汉字都只有一个发音，不像日语的汉字有 onyomi 和 kunyomi， 其实不是那样的。的确，汉语的很多汉字只有一个读音，可也有一些汉字是有两三个读音的。这样的汉字，汉语叫做多音字。这次博客就向大家介绍一些常见的多音字吧。和，天气暖和，我和你。长，孩子长大了，头发长了。便，现在不方便，这个很便宜。行，我想去一下银行，这样行吗？干，衣服干了，你在干什么？没，我没去，我的行李被没收了。调，开空调吧，他被调去东京了。重，你多重？重新说一遍。的，这是我的，我打的去。还有很多很多，大家在记汉语单词时要注意了。再见。